姐姐，我回来了。你饿吗？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姐姐，你是被我吓到了吗？我是第一眼就喜欢你的，我才是要追你的那个。你怕我？你别过来。他有什么好的？我比他温柔，比他细心，比他更喜欢你。 喜欢不是这样的，那喜欢是哪样的？姐姐，别怕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可以不睡觉，我可以吃药缓解心跳，我可以接受治疗，我不会让他出来的。 叶超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对不起。